而且我觉得你们太天真了。真的吗？怎么样？之前你们说榴莲是可以用切的。哎呀，杀榴莲啊！榴莲是不能切的，不能切哦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种子啊，然后它的肉是像奶油这样的啊，就是很 creamy 的这样。哦，哥哥啊呢？对，而且光良，你知道今天好像我们这边有一颗，你可以吃吗？你可以吃，你现在吃。我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你让别人全部都你的，没有人会跟你抢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感觉好享受哦！哎呦，有谁喜欢吃榴莲、哦？没有人，但是那个大西门大哥说没有吃过榴莲，你要去跟他分享一下吗？大西门大哥，好不好？人生榴莲初体验啊，来啦来啦，抢过麦抢过麦啊，没客气啦，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好，那我们让这个光良等一下再拍照好了。我们先请你先制作一下这个松饼，然后呢，这个现场有一些可以让你呢发挥你的这个装饰的美学跟天分，看你要怎么样来对。哦 ，OK， 光良说呢，用这个汤匙把这个哦，真的大种子跑出来了，果然。OK， 我们都不知道哎，今天真的是跟着你学了一课。等啪，榴莲马上变成凶器。然后呢，我可以好装饰一点水果。是的。哦，榴莲的黄加上奇异果的绿，也有那个视觉上的美感，让大家呢看起来赏心悦目。好，然后呢再加上番茄啦，哦，水干干，看起来很碎，漂亮。然后呢，最重要，光良，我们这个榴莲冰淇淋。这个是你要在这扇上面吗？我们有准备这个冰淇淋勺，有挖勺，你可以挖一下。因为松饼上面一定要搭配一些冰淇淋，而且呢，我们去找这个榴莲冰淇淋专卖店哦。老板有夸口说他的榴莲真的是一吃就会爱上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让这个光良可以来品尝一下这个榴莲冰淇淋，看这个纯度怎么样。你可以 try try see。好。好 ，OK， 放一点点冰淇淋，来画龙点睛一下。哦，哎。光良真的可以当松饼店老板哎，还蛮有那个巧手的，呵，他真的是很享受哎，哇，光良没有因为吃榴莲身上臭臭而被人家讨厌过吗？哎呦，真的吗？你的就是好，冰淇淋好臭，冰淇淋真的不错哎，哎呦，有挂脖颈吗？哎，而且加那个榴莲肉就更好吃。哦，吃完光良亲手制作的榴莲松饼，就是如实照实的做出感觉，好吗？那让光良喂你们吃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那麻烦光良，我跟你说，来来来 ，OK， 我要这样咬哪里就咬哪里。哦 ，OK， 还要指定部位哦。咬这边。好 ，Koro 先来，有冰淇淋的部分，来 Koro 吃一下，大口咬下榴莲松饼，怎么样？先品尝一下，先品尝一下。吃一下，他的表情，嘴巴太小了，真的吗？再一口吗？如果咬到榴莲肉会更好。哇，你真的很疯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疯狂哎、欸！好光良，这表情真的是真的很好吃。好来，那访问一下 Koro， 没想象中那么的恐怖吧？对，但是也没有说很好吃，有点。我的歌迷都很熟哎、欸，很像我。没有想象中的可怕，但是也没那么好吃。他没讲完，他没讲完。去菜市场的感觉，就是草草，绣花草草。那如果呢，叫你为了光良把整个都吃完，你愿意吗？都可以啊，因为不会难吃的。哦，他刚有摇头。对，小妹，你的吃后的评语是？就不太一样，就觉得就是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可是再要吃完，它有点为难。对，要考虑一下。